会看你，这是为实在，这位师兄，拄则在讲话时阵，我想细听，大师兄，这世间幸福，看起来，虽成一表人才，但结果，那份修路不乖顺，这也是个英雄。真想的，更是在世朋友，不过反正讲出嘴，何不巧，我咧甲伊做暗示，叫伊着爱来做声，也毋知影伊到底是看有也看无，咱放心吧，我要来看着伊的人影咧。你开啥来遮嘴？咦，苏英啊？是你啊？你来做啥来？来退家来，啊！啊，煞唔知吼，我拄则伫个甲阮老爸接收的时阵，我看到一只真水真水的鹦哥，伫个飞来飞去咧，甲我暗示。真水真水的鹦哥。是啊。你哪有？不是啊，我无看到，有任何消息啊？啊，就是你啊！我。啊，你是咧甲我暗示吗？我甲你暗示。哦哦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无你讲暗示啊，你啊，安尼你车我无用。你真尔啊？啊。啊，苏兄啊，啊，啊不赶紧啊，到飞机，啊，你就已经来了嘛。啊，啊难讲的啊，恁第一个暗示，迄地主是伊啊，孙奶，你是叔叔，来叫恁厝内底做人客，啊你讲唔变，来同阮好恁相开吗？哦，你讲安怎子啊？叔叔来到阮家，但是咧讲，你正在配家人，是一个这么水的女人，佮这么水的风景，来配做的是拄好，还佮有佮配一个帅哥。所以恁家有一个人选吗？我就是那个帅哥，你看袂出来吗？我就是烟斗仔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个人讲话较直接，你就莫跟我笑。你要带我去佚佗哦？带你去佚佗啊！我果够唔好咧，你是真缘投无唔对啊！啊，不过，但是因为你伤过缘投啊，我惊讲哦，你女朋友唔知偌济个，啊，我若是跟你去佚佗，够心酸哦！哇，我唔知叫我看破地也袂哦，看破地对啊！你莫甲别个讲我这个严重，虽然讲我前阵真正是安尼缘投风流倜傥，风沙飘飘，也唔过咧，至今。我可是毋捌交过女朋友啦。玉姐，哦，听你安尼咧讲，会知影吼，你拢有白讲话。真正的啦。你真正才故意嘛？我都爱一个人啦，曾经啦。曾经。曾经爱一个人啊。啊对。我臭老爸在咧照镜迄个。你家己哦。对啊，我实在太爱我家己，爱成这只恶斗。你实在足无聊的呢。你袂跟我来佚佗无？佚佗，好啊。既然你要送我去佚佗，安尼，佮怎啊哩？说我会伴，唔过，哥哦，我是感觉讲，要做这伴哦，我感觉讲，伫咧遮尔啊细个环境之下，应该哦，我代我落马个代，落马个代志，你是手安怎救筋？是啦。我意思是讲，予我牵你行，行。Thank you.
呀，你甲我等一下哦，我跳到哦，丢丢波呢？你确定丢吗？你甲我呼呼的呀，啊，不好意思嘞。难道想想不生，我变哪会当去动你的身躯啊？唔免你动啦，你的目睭甲我看一下哦，我的想法就好伊啊啦。看你的讲话，颠三倒四，讲话这么有气力，你明明将我安怎，搁伫遐假哦？爱情的力量啊，看袂小准，看到你的表演力量啊。嘿嘿，小姐，你生作真水呢，拄时你咧讲话，我敢若有听到哦？哎呀！人讲啊，这个世界上啊，男女是平等啦。特别对你讲，拄时啊，今日是阮大哥，我是因小弟。要若你查甫人要嫁，若要选一个查甫人，就要选才情、未来幸福、终身的寄托，才有一个保障。你若要嫁伊哦，我跟你讲，真正是千万千万不可不可不可，因为非常的重要，爱讲三摆。意思恁大哥，其实也品行无好哦。真正歹咯，因大哥哦，这鸡嘴真甜，蒜椒水，正衰倒衰无大气，搁真来甲我拍小蛇、拍妹妹、拍到一大堆花言巧语、风花场所，伫咧打、伫咧行呾，迄个所在哦，拢是行下来的所在啊。恁若甲伊做伙下摆哦，恁就伤心大目屎啊。所以若要嫁哦，要有一个人选。什么人选啊？唔在天边。我不是生理蛋啊！哦，啊，就天天在你的目睭前。你啊！打对有奖五根灯，嘿嘿嘿嘿嘿。李书记啊，喂，姐。我可是说出来叫你刚刚说，嗯，对你兄弟啊，我无解了解。嗯。不过呢，我相信我的第六感真准。你咧讲话是对嘛吼？拢安尼是无解闹事。其实，我感觉你是恁兄弟的小弟，不管你品行安怎歹，你嘛袂用说伫伊背后一直讲伊歹话。人家讲，讲人的是非便是是非呢。阿婆，虽然讲你大兄有我心艰苦，伊头拄只，起笔怪讲笑，但是并无代表我会当变心这样紧。你当做什么囡仔？感情真凊彩，这么随便，我是见一个爱一个人是，所以你若是伫外面偷笑，讲其他的话无的话，安尼你就唔变啦。你要爱查某囡仔，你去找其他的人选。啊，若是我，我送你一句话。什么话，请说。人讲，迄个泉州城白米粉，啊哇，无你的份。哈、啊，哎呦！做过美男家，我这个年班，敢有输这个工业业务？伊是阮阿爷，我是伊小弟，共公司出品的。白白不用钱，大细人差这么多，也好哩啊！这个白金哥，啊你看我无够目，不要紧，还佫有一个现做过美男家，我都唔相信这个查某白两家。情景嘛，是啊，
别吃，会当我伫手牵手，但我感觉阮的心内真甜呢。上重点，查甫的缘投，查甫的生日书，我要甲我一生中上个重要一项礼物要送互你。你的礼物到底是啥物啊？这是别人想要爱爱袂着的富贵之宝。你要看的人本来就是我啊！在这个洋店铺，还跟你卿卿我我的，那嘛是我啊！所以我为头壳尾拢看的也是你。是啊。哎，陈歹势，你无用，我请。快点！你以为讲安怎？我空手捡青菜是不是啊？是你看看的看。这帮不飞，鬼浪啊！我跟你讲，讲什么？我拄只真正是无细腻，你来贪着，如果造成你困扰，我直接给你赔一句真道歉。对不起，什么叫做狗血道歉啊？你以为我天青菜是不是？我跟你讲哦，今仔日我爱你赔偿我。我若硬要走，你要安怎？待你赔偿吗？我若硬要走，不赔你，你要安怎？我了你啊！你了我？对啊。好，既然如果你若是想要，我陪你下游戏，我跟你耍一个游戏。耍什么游戏？我都在耍游戏呢。游戏。耍啥？要不安尼生啦？嗯。又往同款在这个啊，你啊细这个浪漫的星空之下，跟你跟我，要不安尼生，咱来耍水果鸡。三五个鸡，好啊！我是一个查某囡仔，我就想要。你看啊，这都是这么温柔体贴，难怪手巾仔来贴啊！你袂晓替我贴起来哦。袂是配婚啊，我是无配。那有配？我是查某囡仔，迄白手巾仔我是无在客。哦，好，既然若是安尼，你来跟我三五个鸡，会当增加咱两个人的甜蜜。是啊，那恁是？查甫俩查某，为什么？查甫俩查某，对了，查甫俩查某，你放你家己啊！我放我家己啊！是啊，你无感觉讲，这个浪漫的是空气吗？电视抓到一个假的人，抓会到哪抓唔到？这是哪尼啊浪漫的感觉？原来哦，原来你想要找这种刺激的感觉，好，要不才真烦，才无好我哦。我来保护你。好。我看现在我给你回礼，我给你敬一个，不能动哦，我想崩溃了，你想好是咩？
我当时也要弄的人，啊，不是你啊！不是要弄我，啊，无你要弄什么人啊？我要弄什么人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那无关系，真大的关系咯！嘿嘿嘿，你上好是咩啊？你先，我嫁的人是迄个江耀武，这不是你这个人嘞？啊！可笑啊！你爱是江耀武，我阿兄哦！是啊。七万啦，八万啦，千千万万，不可不可不可！你敢知影？为着你的终身幸福设想，你千万啦，别当将你的青春寄托在伊的身上。若是无是啊，你哦都乌有伊啊，你知无？这句话是安怎讲？特别对你讲啊，我是兄弟啦，但是偏偏是兄弟哦差真济嘞。你甲看，伊个外表斯文，会当讲哦，人称赞伊是一个书生，但是事实上，伊是恶魔的假书生。低头飘的，七啊开的，听到了哦，迄、那个风花场所，上酒家，找小姐，这边接一个，这边抱一个。哦，你敢知影，伊外年个低头的，内心的丰富啦。所以讲哦，我做小弟的人，要甲伊破梗，伊是凶，我是虾，我在偷伊笑还凶。是好哦，努力去吞声，看伊做怎款哦，无礼貌的行为啊！所以你若要嫁哦，唔通嫁伊，就要嫁一个人选，嫁予先做恩，听我这无半句呢，一边亲像做人，我一边亲像刘德华的，这款的人才，别骗，才有够资格你做后生。啊，这王姐吼，这周润发跟刘德华是倒位啊？丫头，过来。我甲你讲啊，你想要爱我孔雀嫁你哦，你困莫困，莫迷茫，你甲我老卡，我想你嫁嫁啊。哈，要孔雀哦，嘿，这两个查某，把头遮尔悬，富寡管何挂心烦。来到阮的厝内，见恁一面，我爱恁会到，这是恁的福气。三生有幸，不要珍惜，身在福中不知福。白白两个查某，同爱一个人，就是阮大兄，伊江耀武，到底我江耀文，多一点无输伊。恁两个人讲话，点点滴滴，三尖六角，伫咧插我的心肝，好，唔得卖。若要有一天，我绝对要让你后悔一世人了。